看红会谈恋爱啊。他们提供是不是是是弄表面的皮草，弄一下它就起来了。我想，我过去那是原住民，教原住民的。美丽沙枣，美丽沙枣。沙枣，四大锅。阿弟，黑的。大锅。黑。加黑的吗？会大锅。北黑的啊，天赋某杂，天赋大锅，天赋大锅。现在比较蛮多，其实已经晒蛮多。老实说，它下雨，下雨啊，嗯，我本来发生有六个呢。天啊，哦，天气哦，我天气超雨，没见北黑的啊。北京啊，白仓。他敢先提你呀？敢不提？你做啥经理呀？你看现在雨还挺了嘞，跟平常是好多了。我把这块拉起来。可是那隔壁放下来的、啊。隔壁的。没有带电灯。哎呀，雨伞没开来。旁边。拜拜。因为有人看直播，决定要不要来啊？对啊。
我就交杯一瓶，就惊买。啊，这回就是讲，你那边先去买，等外口啊！等外口，咱才知影你有你未啊？有啊，你有来买早顿，安那可能无开。无，伊买早顿也无啊，我买早顿。无，你去买，你伊看下你呀。我，你怎硬着？你怎个叫你叫呐？叫喏，啊，阿伯啥物？是现在你用心着啊？哈哈哈哈哈哈！好啦，来甲你叫啦。好，拜拜。拜拜。拜拜。欢迎。系啊。嘿。你讲阿伯，阿伯啥物意思？是我买，我放咧着，我买。我有几万呀？那是当年，那不要不，不要没有，不要没有没有空哦。来看一下那个雷达回波图，就知道。可是我昨天查是今天到中午之前都是这种天气。对啊，那个天气就是。到台中而已啊，彰化就没有什么雨了。对啊，看一下就知道了。那个这边是台中，这里是彰化，然后这里是云林、嘉义，所以云林、嘉义是不会有雨，台南也不会有雨，高雄也不会有雨啊。对，是台中以北有雨，台中以北有雨，彰化的南彰化就没雨了。这就是雷达微波图，看一下就知道了。豆豆早，年轻人早，然后再看那个天气，然后再看天气，就是今天早上8点、9点、10点、11点、12点、1点、2点，下午今天整天都是。台中的是有雨的，要到明天才会好一点。应该是有的人是看直，你过来了应该骑过就看到就会啊，啊有的是看直播呀。啊，不过你爱看讲，顶个好，这大时代。有的人是穿裤袜来，虽然无济人，头尾嘛超十几个啦，现场十几个。
你就拢来啊！你想法多。好，你好弄，等下。你想法多，等下就来啊啦！哎呦，拜托，八点到十点啊。你们到底在讲什么？哎呀！今天有一个，那个有一间阿根廷鱿鱼的，大概是九点半会来。然后其他的，今天我第一次可以把车子停过来。然后有烤虾，来了啊，就是会有人来啊，放心好了，一定会有人来的啦，一定会有人来的，放心好了。然后龙江泡蟹、白鲳，你要不痛啊？不见呀！哎，前面卡嘞，前卡嘞，前卡嘞呀！你讲都夹，讲都夹，你别怪啊！啊懵懵，你看见？今天哦，从左边来讲，全是哦，那应该是鲈鱼混工啊，然后套 Q， 蚵啊，来呀来呀，刻花，鱿鱼花。然后恰章、石斑、大草虾、大白鲳、白鲳、龙江、金巴罗、黄鱼、大头啊，这么恰章、阿根廷鱿鱼、章鱼脚、鲨鱼肉、蛤蟆、乌龟鱼、海白虾、马头鱼、鲑鱼下巴、鸡块。柳叶鱼，然后四目鱼肚有真空包装的，跟整包的，跟整包的，然后海鸡母，石斑有两个尺寸，小只的跟大只的，然后柳二两，虾卷，玉子烧，新的，我看一下这个什么。欧姆蛋，欧姆，这是恁囝寄的。嘿啊，无我来叫恁问题奇怪怪，正常人诶，正常人会叫啊，无正常物件。玉子烧，欧姆蛋，看一下这要怎么弄？普靠普丰诶，你老师诶，普丰的要求。微波放在微波炉，微波炉的，然后有一个是也是微波炉的，玉子烧跟欧姆蛋，这一定是信宏叫的。弄起来是这样这样子。这个应该是整条的，然后切，微波以后切切切，这个也是，看就知道，大概是这样子，大概这么大小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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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微波完以后切切切当早餐用的，这个当早餐用的啦，说是玉子烧可以当吃饭的配菜，欧姆蛋当早餐。这个应该是原味的，我烤这么重。这个就是大亨堡，原味的。这边有写原味，原味。有人问说是不是气质不是，但是原味的。什么东西？哦，这个。来。
你说昨天那个欧姆蛋抢光光哦？是哦。今天是亚奇亚哦，赞你啊！一旦这灯光拍开是一种的红大红灯，这边变万华哦，哈哈哈！来射飞镖哦，进来哦，这亚奇亚射飞镖。Hello， 哈喽，怎么了？好。安调，安调应该是没有了。哇，好亮哦！站起来，你看。设备标，设备标，来，进来。有人要拍台啊？无，进来。苏凡早，苏凡早。反正苏凡现在又没在台中。玉子烧跟欧姆蛋，因为我没有微波炉，所以我应该是不会带回去。因为那看起来是用微波炉的，我如果用烤的不方便，要用煎的，那个要用煎的。要用煎的。普丰的东西不会很难吃啊。但是普丰的东西没有很便宜就对了，只有他们这边买才有办法买到便宜。普丰，你看一下普丰最近的股价90几块，要修。普丰这种大牛股竟然可以涨到这样子，明天会有吗？应该会有啦，那个欧姆蛋跟玉子沙应该最近都会有。你看那个玉子烧跟欧姆蛋，它一来的话，应该会卖个2-3个礼拜，看市场的反应。如果你们有持续在买，他们就会持续进。今天有螃蟹吗？我要问一下。无。大鱼啊，干嘛鱼啊？哎。哇哇哇！走吧。来这边。今天整天都这样。今天是最大的。对，今天整天都这样。今天好像。台中以北而已呢，我刚才看就台中以北才这样，台中以南就没有到这样子。一七你要唱歌哦，一七在唱歌哎，听周杰伦的歌，听见下雨的声音。玉林你要鱼肚一包 ，OK， 鱼肚我帮你留一包。他们还有什么东西？
今天大理，今天海师傅的大理没有开哦。今天海师傅的大理没有开哦，因为那早上海师傅有打电话过来，有打电话过来说有没有办法把鱼带过来。啊，今天真的不好卖，所以就没办法帮他收一点鱼。今天下雨的声音不是歌吗？周杰伦的歌啊。